这是好汉爷，我们是慈利县的戏班，只是去临县唱堂会的，路过跪地，没带什么孝敬各位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们戏班的也不容易，就你这点钱呢，我不稀罕，我要的是他。侯爷，你说笑了，他是个孩子，只是在戏班子里打杂而已，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 你要我放过你们呐？行啊，把你们所有人的人头都留下。救命！侯爷！放我下去！快放开我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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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战士，救命啊！战士，救救我！救命啊，战士！快救救我！战士！站住！小子，我看你也是个练家子，你居然没有英雄救美。这位当家的，我知道道上的规矩，只要不招惹我，我不想找麻烦。好啊，那我就招惹招惹你。小子，识相的话，就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。爷今天心情好，可以饶你一命。我说过，我不想找麻烦。我在这五雷山纵横这么多年，这一片江湖上的人就算不认识我，也认识我的刀。哪个见着不是吓得屁滚尿流，撒腿就跑啊？你小子没跑，看来有点本事。可是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愿意欺负一个有本事的人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对，谁都不许用兵器。好嘞，爷今天心情好，打他个满地找牙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失敬失敬啊，说不定是未来的武状元。哎，弟兄们，不知道这才武状元的脸会是什么感觉？你干！我得试试。在这五雷山，你遇到我白青虎，是龙你得给我盘着，是虎你得给我握着。有证件就杀了我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踩的就不是武状元的脸了。这种赔本的买卖，我是不会干的，弟兄们，这机会可难得呀！怎么样，你们要不要试试？好，好，好！
小子，是死是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过瘾！你们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走了。你是谁？我要杀死你！我要让你全家生活在阴影里，让你死后在地狱里也忏悔。大当家的回来了。嗯。哎呦。还拉回来这么多女子，老三，把这帮女的都给我押到地窖里。好嘞，马上准备酒菜。酒菜呀，早已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大当家的回来了。大当家的里边请。还是你会办事儿。老板，老板，求求你，放了我们吧，老板。放心。只要你陪好山上的兄弟，老板是不会杀你们的。客官，您住店吗？有客房吗？有有有，您要几间？两间。好嘞。哎，师傅，您姓杜吧？是。杜师傅，您里边请。劳驾帮我们把马喂好了。好嘞。早还要赶路呢。好，放心吧。大当家的啊！哥几个，怎么样？今天下午收拾那小子，过瘾吧？过瘾！大当家的工作，嗨，果然了得！来，敬大当家的一杯！来来来，喝着喝着。大当家的，外面有货到了。什么货？五辆飙车，看样子不少银子。押镖的人多吗？除了几个车夫之外呀，押镖的就两个，为首的姓杜，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。十七八岁就敢押镖啊？就敢过我伟立山？哼，这也太不把我白庆虎放在眼里了。是啊，我去做了他。坐下。老三，哎，他们年纪轻轻就敢押镖，那一定是有点本事的人。你啊。先好酒好菜的招待他们。得嘞啊，大当家的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你急什么呀？到嘴的肉能不吃吗？啊，等都吃饱喝足了，夜里我们再。这个办法好。等手啊，去吧。大当家的，你们先吃着喝着，我去安顿安顿他们。好，来，大哥。